哎，亲爱的，稿子写好了？我不想写了。又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本《宁安如梦》啊，已经上了榜一了，你还不高兴啊？这篇文的走向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。你看看现在的女主都成什么样了，这压根就不是我想传达的价值观。可是现在的市场，你们之前就一直拿市场逼我，非要加那些为虐而虐的桥段。可江雪凝视我的心血，不该是这样的结局。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写，否则我宁可解约赔偿也不写了。你别冲动嘛，啊，只要你不停更都好商量。那你说说，你到底想怎么改？我想让江雪凝带着自己这辈子的记忆回到过去，重新经历一次，让她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又忽略了什么，去弥补，去挽回，也让他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不要重蹈覆辙。若早知是今日结局，何苦汲汲营营，护了一生？还不如去行万里路，看那万里河山，带我自由自在的鸟儿去。这一次，江雪凝绝不再入宫闱。他做了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我们都是男的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方才还在宁安宫内，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儿？看这样子，沈介似乎还未登基，燕家也还未出事，究竟是哪里不对？是我十八岁那年的事。今年是何年？我又是何人？今年是万贞二十年。你怎么了，宁宁？怎么开始说胡话了？燕翎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沈兄，方才是我冒犯了，改日必摆酒向您赔罪。宁宁，江兄，你喝那么多，我送你回去。就请酒而已啊。看到了吧？
就是场误会，江叔那是酒还没醒。再说了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要是有啥想法，也该先找你才是吧？殿下慎言。那就算我真冒犯了他，你还能斩了我手不成？我会。你，哎，走了。既然谢先生要在文化殿开日讲，又迟了，可要受罚。